兄さん、今日は何の日か知ってる？何の日？どうやら僕の誕生日みたい。え？そうなの？すまない、今これしか持ってなくて。十分だよ、半分こしよう。哥哥，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似乎是我的生日。哎，是吗？抱歉，现在只有这个。足够了，我们一人一半吧。三郎，生日快乐。